凡你们需要我亲自接待，你们只需要来之前呢说一声就好了，不要不好意思，我确实会亲自接待你们的。猛禽有吗？猛禽啊，有的。哦不，猛禽没有，猛禽没有。撞上来了，撞上来之后呢？撞上来你们又看不到我，为什么要坐上来啊？坐上来让我休息，你们怕我累是吗？真是一群随体，好贴心啊！你们真的好贴心啊！介绍一下 S 四，胡同孩子 S 四的话，我给你口播一下好不好 ？S 四的话，给你口播一下 ，S 四我们家有。然后呢，那个车的话呢，它只开了几千公里，非常新，价格的话呢是520000，我们的奥迪 S 四。那个车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的这个区域，等一下性能车专区的时候，我再专门好好给你讲一下 S 四好吗？稍等一下，大家说要为我加油是吗？好的 ，M 六没有。阿尔法，好的，马上给大家介绍 A6 也给大家介绍，稍等一下。然后大家要给我加油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，你们是不是要给我加油？要给我加油的能不能搞点实际的，不刷大礼物没有关系，不需要给我刷礼物，但是灯牌要给我刷刷好不好？1毛钱的一个粉丝灯牌呢加一下，这样子的话会增加我们这样一个亲密值。然后呢你们这样的评论的话，有带灯牌的我会第一时间看到，因为比较亮眼嘛。然后你们花1毛钱小灯牌加给我加油呀，不要光说不做呀，你们要给我加油就一定要给我加。我们的店在哪里？我们的店在浙江台州 F77 广场，浙江台州 F77 广场。我们的地理位置在那个迎宾大道，迎宾大道就在路泽泰高架下面就可以了。去阿尔法按摩一下，阿尔法我们往这边走。男生刚刚给大家讲过了，很冷吗？确实很冷啊，我的小号是吗？榜三，现在榜三一个位置，求谢谢灯牌，谢谢红玉们的灯牌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哟。男生的话心都锁住了，我没有办法带大家看，但是他后排空间完全够用的，你这车后排空间它跟五系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后排空间。然后尾部的话呢，同样是这样一个贯穿尾灯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什么配置啊？大家想要知道具体配置的，直接去后台联系我，好不好？想要知道啊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！想要知道具体配置的，直接去后台联系。这是一台新车，小鹏 P7， 这是一台新车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价格的话是21万的一个价格。多少公里？这是新车，后面们没有点关注，我们总要点关注。还有说谁不啊？好冷，我真的快被冻死了。小王 P7， 这是小王 P7。然后呢，大家没有点关注，左上角关注给我点起来。灯牌花1毛钱赠送我们一个粉丝灯牌，给我们的摄影师加个鸡腿啊！好啊，兄弟们，把摄影师鸡腿给他加起来。还有朋友说什么？换车是吗？好的，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帕美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帕美吧。我们家帕美，帕美呢？我的帕美呢？我给大家讲讲很便宜的这样一个帕美。你们怎么也没有人在问车啊？你们能不能问问车啊？好气啊，好气啊！在后排聊。然后我给大家讲我们这台帕美，我有点冷了，兄弟们。我们3点10分的时候，我穿外套好吗？3点10分的时候，我就要把外套穿上，我太冷了啊！对的，21落地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台保时捷的一个帕美，这是一个2014款的300T的一个保时捷帕美拉，2013年11月上牌，开了6万公里，300T的排量，国五的标准。价格的话，我们给大家主要是56万的一个价格。后面们，你们没有听错，只需要56万呢，就可以在我们家买到一台帕美拉，因为它是老款，它不是新款的，所以价格比较便宜啊。整个的话呢，它是像一个桃红木的金手漆，内饰的话，我们也带大家感受一下，看宝马三系，三系的话稍等一下哦，三系的话稍等一下啊。新叉五有的，等一下我们带大家过来看一下。吉姆尼的话后台联系，现在没有。这车内饰的话，它就跟我一样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乳白色、乳棕色的这样一个真皮内饰。座椅的话，包括我们的方向盘也是这样一个颜色。老款的帕美跟新款不一样点，老款的就是。它的中控设计的话，就是非常多的一些数字按钮。然后这个车价格是56万的价格，搭配了无钥匙启动、座椅电动调节、波斯音箱、倒车视频影像、电动天窗、定速巡航，这些都是有的。要看后排是吗？
那好吧，我们来看看后排。后排也给大家讲一下，这个的话呢，它是个标轴的，所以呢，它后排啊，好冷啊，啊，太冷吧。大家没有点关注，我们总还有关注点起来。这个车，有朋友说，这个车56万、53万可以吗？啊，兄弟们，砍价不是这么砍的，我可以给你们优惠的福利价，但是呢，53万你再加一点，好吧？你要真跟我砍价的话，你去后台信息发给我，帕杰罗的话直接去后台联系。53万的话，你去后台联系我，我们再加一点，去点开我的头像，进入我的主页，点关注之后，大家直接这些信息发给我就可以了。好冰啊，好冰啊，兄弟们太冰了。有朋友说买车可以私募，买新车你可以私募。兄弟们，买新车的话，你就可以享受这种私募的快感；买二手车的话，你就可以享受暴力驾驶的快感。因为买二手车，你想啊，反正它是二手的，就随便开开喽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去暴力的去驾驶它，就也不会心疼。那像这台的话呢，只需要50多万就可以拿下的保时捷帕美的话呢，你们买回去，你们要是舍得暴力驾驶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去暴力的去驾驶它啊。而且它价格也很便宜，一台5系的钱呢，你就可以买到一台保时捷的一个帕美，在我们家。没有点关注，左上角点关注啊。还有朋友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下车，带大家去看一下其他车好不好？啊，对，它后排的话，呀，它后排的话它是标轴的，所以呢，它后排空间不会太大，就这样吧。它后排空间没有很大，就还行，正常人的话是可以坐下的，但是如果你是个200斤的胖子的话，你坐后排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些的拥挤啊。然后它尾部的话呢，它是有这样一个可升降的一个尾翼的。这台车价格的话是56万的价格。有未来吗？未来的话呢，你们直接去后台信息发给我。欢迎我们新加坡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们这里呢是浙江台州 F7 广场，我是你们温柔可爱和蔼可亲的乔的大乔老师。大家没有点关注呢，转下点关注。然后呢，我们家的话呢是卖新车、二手车、能源车、商务车这样一个大型的汽车商务综合体。只要关于汽车的业务呢，你们都可以后台联系到我。然后我们家的话也不但卖车，我们家也收车，同样支持置换。你们可以把你们看腻了的车呢卖到给我也是可以的。看 G63 是吗？G63 怎么没有在这儿？G63 没有 ，G63 啊，好乱，卖掉了。男生有没有？男生有呀，男生的话往这边走，凯宴也有的。这是哪一年的？多少公里啊？我给大家讲一下，这台帕美的话呢，它是哪一年的啊？这台帕美它是一个2013年10月份上牌的，开了6万公里，3.0T 的排量，国五的标准，2013年上牌，开了6万公里，价格的话是56万。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，直接去后台联系到我，后密码，我再给你们介绍一台超便宜的保时捷，好不好？超便宜，真的便宜到你简直是不敢相信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台。来给大家介绍这台。看四系，看八系，没有八系啊，后面没有八系，但有四系。稍等一下，凯宴的话，稍等一下，路男生有的啊，说话太快，听不清是吗？但有时候我快的时候我慢，要快的扣一，要慢的扣二，好吗？我可以根据你们的这样一个要求呢，给你们调调节奏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们调一下节奏，但是因为我怕我说话太慢太嗲了，你们受不了啊。黑男马上带你看一下，男生的话，我们家新车、二手车都是有的，我先等一下带你去看一下二手的，因为我现在在二手车区，好吧？稍等一下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一台史无前例、巨便宜的保时捷。这台呢，我们上次你们现在看到这台呢，它是一个2017年12月上牌的保时捷满看，开了7万公里，2.0T 的排量，国五的标准，展厅标价32万5千。我给大家直播间走到价格多少？30万。30万的价格，这台保时捷的这个满看给到你们30万，直接就是大甩卖，卖给你们，赶紧把它捡走吧！一台宝马3系的钱，你就可以在我这里买到一台保时捷的满看。兄弟们，开着宝马出去和开着保时捷出去，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感觉哦。所以呢，大家赶紧去抓紧车后台联系啊！啊，你们要要慢是吗？好的。好了，3:10了，我的外套我套一下，因为我是真的有点冷。等一下，30万可以吗？这车我就给你们三十万卖给你们。这个车的话，我就直接给大家走到30万 ，OK。30万的价格呢，你们就可以把这台保时捷的满看给它带走。然后我们来简单的扫一下内饰之后呢，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揽胜，好不好？这台30万的一个价格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内饰。这是
宝甲，怎么可能会是宝泰啊？这个车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它本来新车它也不是很贵啊，而且呢这个车的话它公里数也比较高了，开了7万公里，所以呢在我们的眼里呢，这个车的话它就是这只值这么一点钱。哪一年呢？14年开了7万公里，大家要的直接去后台联系，兄弟们，这是我们目前展厅最便宜的它保时捷，大家要的话直接去后台联系，我们家可以支持按揭，支持分期。怎么去联系到我呢？点开我的头像，进入我的主页，点关注之后，直接这些信息发给我就可以了。嗯，来，大家看，对，14年，对啊，所以它本来就很便宜啊，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贵。还有朋友说看揽胜，好的，车况呢？